好快好懂。少初不觉得两年有这么快，参加了 RISE 我才觉得两年好短。我们是二挂 SC RISE。 我数几十六八七六五三三二一，集结完毕，祝贺我们的 RISE 正式成团。那个时候对 RISE 对我们都是心灵起点，我觉得那个时候人最需要的就是平静，让大家更多的去关注到真正的男团到底应该是去做什么，然后他们到底应该关注的是什么。我觉得当然要有极致的舞台，我们就得把舞台做好，舞台舞台为主，把舞跳起，这是男团应该做的东西。我们大家一起嘛，是一个人拼劲很大，大家都在想去把一个舞台做好。用我们的舞台做去告诉大家我们是谁。只要我们想强，我们可以很强。我觉得 RISE 在我眼里就是最强的。恭喜 RISE！ 恭喜 RISE！ 恭喜恭喜！二万 SC RISE！ 看到了吗？谢谢。恭喜 RISE！ We are on one SC RISE！ 掌声有请 RISE！ 我们是 ，大家好，我们是 on one SC RISE！ 谢谢 on one SC RISE！ 作为 RISE 时间，我觉得最骄傲是我们完成一些别人没有完成的事情，比如破小海，这是别人从来没有做到的。破晓海就像是倒映的天上的星星，然后举着我们 RISE 的闪电的那个 logo， 其实就是想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一体的，大家都没有说再把我们当成是一个个体来看，而是 RISE 的整体。从那一瞬间开始才叫做 RISE， 粉丝帮我们一起建立了 RISE 的初心。我希望这个团走得更远，走得更高。RISE 是一个不单纯的只是一个偶像团体，我们希望去尝试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哇！我们是一直在尝试学习去做音乐，跳出舒适圈，我们要去找麻烦。拿这个做采样吧，把所有的情绪和感受融入六首歌里，找到感觉了。慢慢的，有自己的一些原创想法，就是分工合作去完成每个人自己最擅长的事情。就让我们来做我们属于我们自己男团的风格的东西。我们团体的杀手锏就是真的就敢玩吧。进团之后，大家的个人特质是慢慢变得明显。
Rise 在我心里是一个很强的男团，无论是未来出现什么样的团队， Rise 就是我们的家。大嘴巴，我觉得挺好的，就是很享受。我觉得作为一场就少一场的。我一直认为 Rise 真的到达山顶的时候，就是他在解散的那一天完成了最后 Rise 的一个舞台，那 Rise 就是真的到了他最终的那个山顶。